徐魏洲又受邀出席 LV 大秀呢？ LV 2017秋大秀，周周也受邀。生活中的周周也十分偏爱 LV， 无论日常街拍还是机场造型，简直就是 LV 迷弟一只。千万别说小鲜肉不适合背 LV， 周周给你打个样。 LV 平板电脑袋以及奢侈品走起街头风也是妥妥的，双肩包搭配帽衫，阳光周一枚，戴上墨镜安静坐，双肩包一旁放，武力周周低调又内敛。机场路一周，休闲装和风衣外套出行，通通手拎 LV 旅行手袋。厌倦了手拎，就拖上行李箱，大长腿格外强劲。路一周不但选包包有一套，搭配也是一套又一套。轻朋克薄圈搭配长西装，淡淡雅痞风。谁会不在乎大长腿？高腰带分割好比例。一身白色卫衣，还你们运动型男。暗红色是今年主打色，红与蓝的撞色，想不亮眼都不行。灰色也是质感首选色，圆内衫搭配休闲裤，手持吉他谱曲，音乐 boy 上线。穿上夹克风衣，立马变酷。黑色和深蓝色外套，直男外出的首选色。男人帅不帅，还得看鞋穿的啥。LV 运动鞋，舒适又不失品味。让我们拭目以待 ，LV 2018春夏秋场上，徐魏洲会以怎样的风格亮相呢？